最高神の力。変身。マキシマムガシャド。嗨，皆さん，我是 MB 大雄 Much Bear。今天我们重金礼聘了社长大人。哦，神様，神様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社长的周边商品啦。那首先就是这个 Bugstar， 这是朋友送我的。接下来就是这个社长的一等卡夹。黑秀。哇，这是什么光？哎，今天的正式开箱是这个了，耶！我们请社长大人在旁边休息一下吧。那我们就正式开箱喽。呀，社長さま，我来救你了。哇，闪亮亮的盒子啊！要出来了！哇，帅！盒子丢 ，open。OK。我已经看到本体了。哇，好大一只啊！太帅了吧！那你？哇塞，这也太帅了吧！把胶膜全部拿掉。哇，社长大人十亿等。其实我之前在收到以前，我都一直以为它其实是一亿等，因为从来没有算过它的零。可是因为前两天在找资料的时候，我才跟朋友在讨论说，奇怪，它到底是一亿等还是十亿等？看网络上都写十亿等，后来就打开一张图片。拿去算它的零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，哎，是十亿耶，真的是十亿，啊，真的是哦，尴尬死，好帅哦，这一只，太帅了，真的太帅了，这样真的不行啊 ，Oh my Jesus， 哦，而且它的可动，哎，它的膝盖这边是做双重关节的，好帅哦。他脚竟然可以凹成这样子，可动也太好了吧！原本还想说他的关节应该会很卡，然后他手里面的肩膀关节里面也有做圆形的可以转动的关节，可是这边一定会卡掉他的漆，所以要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不知道他的头能不能把这个社长的头鳍来撞过去？算了，反正都长一样，也不用拔。哦，而且它除了手可以这样凹以外啊，它是有做这种可以旋转的关节耶。哇，其实还蛮用心的。原本还以为说它应该可动会变得非常差，因为有些为了造型的美观，它真的会把可动减少很多，那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无奈。这一只，你们看。其实可动真的很不错，坐姿啊、梯姿啊什么都很不错。但它的配件有什么呢？它基本的是握拳的手，它还有违章的手，以及握武器的手。那让我们来拿武器吧。好吧，它的武器不太好拿上去。不过它附送的是麦提兄弟 WX 的武器，还不错。这一支的质感真的很好，上漆啊什么的，它紫色真的很漂亮。因为我特别又是紫色控，这紫色哦，天哪、啊，它的卡夹只有一半，小小一点点，我把它拔掉了，感觉随时会被艾莉体借走，所以一定要把它放好。
要不然艾莉缇会把它借去玩，要小心哦。这一支价格有点偏高，我已经忘记多少了，因为我已经不太敢去面对它的价格了。如果想收的朋友啊，可以考虑一下，要不然其实它还蛮值得收藏的，长得样子真的上色很漂亮，跟社长的本尊放在一起，多帅啊！要求帅到不行。其实我很喜欢帕拉多 XJ， 然后库洛尼库，还有社长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其实我其他人都没买到，全部都只买到社长的东西。不过我目前僵尸还没到手，之后我也会入手僵尸。我预计可能是僵尸跟社长本人的 SHF 一起开，那到时候大家敬请期待咯。影片结束后会放一系列摆姿势的照片给大家欣赏，那记得不要忘了，我是 MB 大熊 March Bear， 大家喜欢我的话一定要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目前最缺的就是订阅了，要不然我的收益都打不开啊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